自助跳。其实到目前为止，之前的五名选手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失误。是的，我们也看一看梅娃，作为他这样一级别的选手，在之前的对手都有失误的情况下，他今天会是什么样的发挥？上海有很多他的兵迷啊，全世界有很多。是。可以说他去到哪儿，哪里就有很多他的兵迷。是的，是的。我期待一下他的发挥，能不能给我们一套完美的节目？是。哇，名将就是不一样，对场上的掌控能力还是果然给了我们一套。哇，我们看，基本上大家把自己手上的娃娃全都一涌而下扔给了梅德韦杰娃。看观众对他的喜欢程度体现出来了，可以说这是一套接近完美的节目动作吧。在赛季之初能划出一套这样完美的节目，说明他的果然是名将。虽然只有19岁，但看得出来梅德韦杰娃和之前的五位选手相比，第一是他在实力方面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，第二是整个的经验，没错，包括对于今天整个比赛场面的这种掌控力，没错，这个是真的是表现他是我就是高手的一个最完美的解释了。是这道节目。